车子，在飞机上坐椅子，刚刚已经吃过面包了，窗外的风景，飞机还没飞，前面人好多，妈咪坐这里，中间是空位，咪咪坐在这里。抱着棉被，待会可以睡觉了哈。行李塞在下面，还塞得进。现在，哦，弟弟不见了。哦，弟弟不见了。哦，弟弟不见了。我们是最后一排，后面就是安全门。